我错，你来吗？听说你脖子长是吧？老子直接弄死你！ 蛇颈龙是吧？老子也是龙。有。 哎，来来来，跟我二人转。 撞吗？嘿嘿，撞不过我吧？哎呦我操！哎呦我靠！我这个大呀，一级小虾米吃大鱼。 我靠，手都疼了，手都按疼了，想反杀我，不可能，我什么走位？反杀我？ 死，大血斑了，要死了，死了，小逼崽，掉到上面去，完了，旁边有个。 送你死！快把它撕了！想吃这块肉啊？啊，小逼崽子，现在攻击力翻倍了啊！咬死你更容易，又来一头。刚才咬一口6滴血，现在咬一口12滴血。只要没人跟我抢肉食，吃掉它我就升10级。 晚饭到了，死了吧，小逼崽！ 哎，我靠！10级，一口25，11级红龙王，还有谁？赶紧发育去，兄弟们！哎，这边还有一块肉呢，嘬一口。他在吃肉吗？这个蛇颈龙，不好意思。 晚饭到，一口33。
想咬我，哈哈，咬不到。13级、14级、15级、16，真正的龙王要来了。哟，想咬我？来，又来一头蛇颈龙，一口58。19级龙王，这玩意儿活该灭绝是吧？脖子太长了，它掉不过来，我靠，太蠢了，嘴大。哇，吃一个直接升好几级，一口200。29级龙王海豹，来嘛！我可以一口吞了啊！这海豹可以一口吞了，吸住。抹香精搞一下，这个肉多。我靠，来，怎么又来一只啊，我操，给我腰咬断了，我日，哎呀，不能被他追到屁股呀，哎呀，追到屁股我这好烦呐，哇，我的尸体，这些海豹